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叫做 A Man in the Park， 一个在公园里的先生。哦，他的营销就只有这样子，我比较对那比较兴趣，等一下才来跟你讲话。我先去玩一玩。哦，太好了 ，No time for slack， 不可以滑。好吧，那就说我要找这位先生谈话 ，Talk to the old man， 告诉跟这位老人家讲话。救命！我找不到我的孙子 Timmy， 我明明刚才看到他在公园那里玩，现在我很努力地找他了，我很担心他肚子很饿，可以麻烦你帮忙找他吗？恐怖游戏就是要帮忙找了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所以要立刻去找他，要我去哪里找他？公园，就这样子告诉我要开始寻人启事，垃圾桶吗？从垃圾桶里面找到一个巧克力，难道等一下要给他吃巧克力吗？提米，你在里面吗？来，提米，我给你糖吃。哎，好，提米，你在这里哦。等一下，我会找你的爷爷过来，所以你等一下哦。你要在里面等着。提米就是在里面啊，怎么他要我来找？你要因为年长了，要多动一动，对身体有好处。谢谢你给提米小时啊，死了那这个游戏。Your body is never found。那个老人家吃掉了。是不是游戏死了呢？这么快又还是有三个结局哦。所以好，我直接走了。啊，对，我可以直接离开。所以直接离开是第三个结局，所以你安全回家了。所以不要跟陌生人讲话。Good job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对第一个结局很有兴趣。现在还是我先跟 Timmy， 先找 Timmy。我有好进去这个 slide。咪，你在里面吗？啊！原来祖辈两个都是把我吃掉，太过分了！所以这个游戏就结束了，三个结局，不管是老的还是年少的，都是会吃人，所以这就是我会被吃掉的结局。所以就这样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这个游戏，哎，嗨。